西兰卡普的图呢，从大自然中延伸而来，在进行设计的同时，也是与大自然进行的更亲密的了解和接触。因为这个就是纯手工嘛，它有时就是不是像现代的，就是能用那个机器织嘛。好，织出来啊，这个就是古香古色的嘛，看成大红大绿啊，以前的这些。在不断的接触和纺织中，我对那个西兰卡普，西兰卡普所传递出的文化意义和它使用的色彩、图案、风格吸引。不然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人会织这个。说起那个卡普嘛，它有一个故事，就是从前有一个姑娘叫西兰，她善于织那个织锦，就是像天上飞的呀、水中游的呀，她都会织。她唯一不会织的就是那个百合花，因为百合花就是那个晚上开花，晚上谢。她为了起来去看那个百合花啊，她就是晚上起来爬到那个柱子上去，她嫂子都嫉妒她，没得她们厉害嘛。好，就跟他姑姑说啊，说他妹妹不学好，半夜三更的出去啊。后来他姑姑就把那个树枝砍断了，砍断了，西兰姑娘就摔下来，摔死了。后来人们就为了纪念他，就把那个西兰和卡普，卡普其实就是翻译成现代语就是花布盖的意思，花布盖就是现在的被子。好，就跟那个西兰和卡普那个词就连接起来，就是那个故事。这个图是八个图，中间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。好，中间这四颗小家伙呢，就是给它取名为星星小友。我叫左翠平，是西兰卡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当你潜心去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你可以感悟生活，平衡内心的压力，记录时间的美好。